听讲广东终于要降温了，在哪儿？哎呀，就会降到20度以下。哇，我等你好耐啊！你要做咩啊？搵三脚啊！咁快就搵三脚？梗系啦。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牙。你在干什么啊？趁降温着下啲秋装啊嘛，依家唔着呢一年都冇机会着噶啦。那你现在又在干什么啊？打边炉同烧烤咯。呢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的吗？唔可以噶咩？趁而家天气冻，梗系揸紧机会打边炉同埋烧烤噶啦。以我咁多年嚟嘅经验，今次降温绝对唔会超过一个礼拜，真系有得食好食啊！点知又仲窿味嘅？哦，我煲紧煲仔饭啊，阿妈咪一齐啊，因为咁多嘢食我可能食唔晒。要不要去到干镇啊？你以为啊？广东秋天好珍贵噶。你要出门吗？系啊。去哪里啊？放纸鹞，我想喺秋天放纸鹞上咗好耐噶啦。趁佢降温，秋高气爽，我仲放佢个惊天动地。广东人真系好难捉摸啊！恭喜恭喜，多谢！恭喜恭喜，多谢！恭喜恭喜，多谢晒！哎呀，太好啦，终于有得放假啦！黐线噶，嚟咗广东，一年净系可以放3个月假，每日至少开10个钟。趁而家降温，个仆仔终于唔开冷气啦，揸紧时间去旅个游。屋企就交俾你哋啦，机姐，你放心去啦，我会俾心机做噶啦。阿暖风机啊，呢段时间辛苦你啦，我估个仆仔肯定又一日开10几个钟噶啦。唔紧要，我旧年新买嘅，我顶得住。你就好啦，有得去旅游，我全年冇休啊，都唔知几时有得唞。哎呀，冇办法啦，热水器，鬼叫啲广东人大热天时都仲要冲热水凉咩？啊，机姐啊，点解我喺度嘅？严格上嚟讲，我应该唔系电器啊。啊，系啊，我特登叫你嚟噶。个仆仔咧，今年啊冇买到热水袋啊，所以万一天气冻嘅话咧，你手机仔你顶限上啊。哦，冇问题，费啫嘛，我好擅长噶。好啦，我差唔多出发啦。机姐，你唔使同电视叔讲声咩？唉，部电视几万年冇开过啦，都唔知佢仲在唔在生嘅。你唔好打搅人哋啦。好啦，我真系要出发啦。顶你个肺，次次都系咁嘅，又话降温，次次都30几度，睇嚟都仲系要开冷气。听讲总会降到20度以下，嚟多次。呢两件事，打边炉同埋烧烤，嚟嚟嚟，我趁佢降温，咩啊？抽个气爽。去哪里啊？唔系，继续教标准咧。咩？佢懵逼嘅？因为佢唔属于呢度。咩话？机姐啊，严格上嚟讲，我应该唔系咩啊？机姐，你放心啦，你放心去啦，系嘛？你可以再，你应该要再行过啲，再嗰啲咁。咩热水器话？啲鬼叫啲广东人夏天，唔大热天时，好嚟，好啦，我差唔多出发。你讲3、2、1，做乜嘢？系咪咁啊？